你记错时间，对不起，我今天很赶，晚安，差点要报警找了，亲爱的奈森，晚安，对不起，我今天晚餐吃烧烤，外面买的啦，外面买的，结果他们叫我们点，叫我们等40分钟，然后我吃完的时候已经快要开播。想说你今天9点开，开到10点半也不是不可能。我以为Luca今天要说，对不起啦，我是不是第一次迟到10分钟？今天烧烤生意太好，对，没错，真的。露日一下晚安，但有点热，我开一下冷气。去吃烤肉了吗？就是吃那个烧烤店，他们帮我烤串烧。米酒晚安，中秋节吃炸鸡，今天才吃烤肉。那个啥晚安，放心，不会是第一次，没关系，没事就好。夏夏晚安，希恩晚安。你有吃鸡屁股吗？哦，这次没吃鸡屁股。哥哥妹说晚安。啊，可是我这次有吃鸡软骨。上次没吃到的，哇，这是什么？谢谢陆瑞秀送我360926礼物，这是什么？好酷哦！谢谢你。哎 ，Cascade Hello， 九蛋，那有鸡皮吗？有，这有吃鸡皮。我们家人都很爱吃。谢谢晚安。对，我有吃鸡皮的钱。方家人晚安，卡丘晚安。中秋节看半泽直树，觉得日本人好可怕，讲话好激烈哦，那是很夸张的。他们坏人很明显，就是很明显谁是坏人，谁是好人。一人软骨好吃啊，对呀、啊，我也觉得。哎，对不起啊，公妈妈，鸡软骨超好吃。不对，应该说这次烤肉有配蒜头，没有，没蒜头，哭哭。一家说7岁时，卢卡露出尴尬、无实力的啊！对对对，还好那个也没有被砍，就是，你在讲什么？对，早上晚安，可能是咖啡。伟如晚安 ，Ricky 晚安，卢卡衣服怎么有破洞？要搬衣服吗？爱心，可爱吧？有心人晚安，伟如晚安，阿米晚安。半泽直树基本上跟台湾8点档比较像。8点档哦，周六下午晚安，待会要去吃烧肉，不能继续看卢卡，这么好，我也很想自己烤。中秋节过得如何？很好，一直都在睡觉。那我昨天身体不太好，应该说肠胃不好，肚子很痛。哎，晚安，卢卡刚刚不失礼的表情，真的让我回看了那么多次。我应该要开心吗？今年都没烤肉，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哦。真的、哦，我想吃柚子。破洞了，这衣服我无时回收，每次看每次都在笑。一定是我对卢卡的爱太强烈了，形成了破洞，是这样吗？而且有4颗。谢谢谢友送我浪，暗红晚安。中秋节过完就要准备2周年，没错，我今晚要练习烤肉吃到生的。嗯，肚子还痛吃烧烤。刘嘉欣想哭都哭在上面。谢谢米酒送我浪，半泽泡仔喝，现在有好一点吗？有，我有吃药。晚餐今天吃串烧，外面买的。我刚才下班都有人要请我吃烤肉，真的这么好？我们这边都没有人让我吃。现在烤肉好像都用电烤炉了，好像没有烤肉的感觉。月が綺麗ですね。あ、真的！今天の月亮很漂亮。月が綺麗でした。玛丽亚晚安，也是那种肠胃型感冒。希望不是。我昨天半夜吐了。
炸鸡翅太开心了。我昨天吃起炸鸡。志怡晚安，桃花哥晚安，期待二周年的卢卡，我会加油。加鲁特晚安，辛苦了，那练习前先转个圈吧。刁村晚安，串烧真不错。对呀，中秋节快乐，毛良，希望你快点好，帮你集气。好，捷运直宅变成美食节目，会担心有职业伤害吗？哦，那天真的吃了很多，现在街上空气都是烧肉味，真的超羡慕。六颗好想谢谢送一元棒，我要是看到路卡经过的肉都给你的。今天的月亮蛮大的，也很好看，真的超好看。我跟我妈今天有散步，那时候一起看月亮。班伟晚安，北原晚安，大丈夫，大丈夫的，现在 OK。怀怀晚安，有发烧吗？没有发烧。马良晚安，依依，我在心里，ありがとう。旅馆嗨依，怀怀，谢谢送的四叶草，桃花哥，谢谢你。月が綺麗ですね，不是 I love you 的意思吗？对呀，我知道，我知道，那很严重啊。不过我家邻居的烤肉是用木炭搞的，我们全家房间都是烤肉。真的，我昨天。我窗户开的，外面就是闻到的都是烤肉味。那我们明天吃起虾鸡，跟露卡一起肚子痛。今日はカニを捕まえました。哇！一教授他七岁露卡的表情，我笑了好久。谢谢你。最近先吃清淡的。坤坤，安安，好，我吃淡的东西，就不要吃太多。嗯。谢谢 Licky 送真情告白，谢谢你。星期五还是要吃土安。Licky 上谢谢送我一元棒。WGI， 卢卡酱，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浩一晚安。波拉莎晚安，应该会一路考到礼拜天。哦，那么久。我先整理头。哎，你不觉得真的有差吗？我今天发的那个照片就是。剪头发前一天拍的照片，在七天可以跟露卡见面，期待期待。露卡捷运直达那个表情好像在说是真可以，对对对，那是我故意做出来的。林哥晚安，露卡有看到我抽到哪一张了？有啊有啊，恭喜你。都很可爱，吃炸鸡那个线都超可爱的啊！真的吗？那是上次吃肉你好的时候的，我在那边拍了很多，但是有 po 的照片好像很少很少。阿 K 的晚安，九对也七岁。我们这里没什么人在烤肉，没事，我也没有。有毒的蟹を捕まえました。有毒的虾，不是虾啊，螃蟹。满满的综艺效果，还以为今天要去吃，被骗了。对呀，你昨天吃炸鸡，结果剖吃肉的。炸鸡我也很想剖。啊，我发现昨天妮妮也吃起家鸡耶，真有默契。啊，今天好赶哦。学会电没有没有，这是直的。我只能用离子夹，我没办法用卷卷的那个，所以我觉得。就算我生真是生，我的头发应该不是卷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工作要自己用头发。我忘记是谁，杰星好像没办法自己把那个辫子，所以他都去那个找设计师，他都去找自己找设计师绑头发。今天头发很有光泽，真的吗？妮妮半夜在发那线动，超坏的。露卡越来越能在节目上展现真正的自己。
我忘记了，我上次好像对，几乎都在吃东西，所以把它放走了，还好没有被吃到有毒螃蟹。你们是怎么判断的？我就算抓到有毒螃蟹，我应该分不出来这是不是游泳。哦，谢谢依依送我告白气球，微卷不错啊。啊，ハルさん、お久しぶりです。来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啊，讲错了，设计师，你头发发尾这样内弯很好看，真的。哦，其实这个是自然卷。等等，对 B I G 的照片才看得出来，真的有，对不对？捷运知道是美食节目，看颜色，因为没看过，吃下去就知道有没有毒了。其实我主要是剪后面的头发，我发现我以前的头发前面其实没那么长，后面的头发比较长，所以可能有些人不知道我有没有剪。贝雷帽，那是一家的，谢谢你，一家借我的白色贝雷帽。Jimmy Hello， 小皮蟹也送我一罐吧，捷运直达都有东西吃，隔壁的范小伙伴都在羡慕哭了。没有没有，他们也很好啊，昨天捷运很不错，又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真的。可惜我们一开始要吃古亭市场，嗯，就是只有早上有开的。可是我们去的时候，那一家我原本想吃的那一家，因为已经都卖完了，所以没办法吃，所以我们只能走到四大夜市附近。我们原本还要想那边有就是完美很喜欢的地方。有拍照景点，可是好像被哪就是施工还是就是没有了。我头发也有自然卷，所以一头发都就很毛躁。对，我超级理解。四大夜市里面其实看一下哦，有很多好吃的。これから筋トレ行くからまた今度ね。あ、わかりました。筋トレ頑張ってください。翠翠晚安。我爸也有早餐，但只有一半吃得到。原来是美食节目，我还以为是在外玩节目。你不觉得我们点太多吗？原来从头到尾只锁定吃的而已。これから YouTube 見ますね。あ、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咦，所以行程是自己排的吗？还以为姐姐会先安排好。有时候会自己讨论，有时候会先安排。如果就是那个店真的没开什么的话，我们就是跟姐姐讨论那底下去哪里。原来是捷运直达，我还以为是街上的捷运车站。捷运直达很适合粉丝踩点专用，对，我真的，而且很适合给观光客，只是蛮可惜的是没有英文字幕跟日文字幕，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盐酥鸡。啊，谢谢送我 Party Time， 咚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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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安晚安，朱莉安谢谢送我浪。日本的节目不是都有去请求拍摄 Q 卡的画面，想看 Luca 做那个，有时候姐姐们帮我们先问。挂轮晚安。介绍台湾美食，突然觉得节目变高档，很好吃耶。我们吃了菠萝面包、盐酥鸡，还有吃冰。哎，那个菠萝面包真的很好吃。谢谢强奈先生真情告白。哒哒哒哒哒，谢谢送我两个真情告白。今天的 Luca 也很好看，谢谢 Luca 现在可是代言人哦，对，超感动。冰已经是定番，对呀、啊，可是现在开始变秋夏天，不是秋冬天，所以可能之后就比较少吃。哒哒哒哒，哦，刘海还是有点长，可能要自己剪。
感觉很像塞内卡的选择，所以卡等的卡多没兵。瑞卡还记得其他食物，还以为只记得兵。今天蛮热，对，昨天就很有点冷。等我一下哦。我在找东西。鸭子晚安。巴西十月还有一波高温，吃冰大丈夫。临时家里有事，先拜拜了，晚安。哦，真的、哦？好吧，拜拜。好醉哟！谢谢送我 kiss 啾啾的小男生。可能乱吃，然后先炒汤圆之类的，有可能。可是吃冰都不会很饱，就是吃汤圆那种东西可能会很饱。冬天的话来40站吧，有煎肉仙草很推荐。40站哦，哇，好久没有去。鸭子线上玫瑰今天开到10点多。嗯，冬天换吃火锅啊。台湾人超爱吃的火锅，日本人也很爱吃。我还在开冷气，台南好热哦。国寿住台南哦，原来那么远。游程谢送 love， 可以考虑坐到屏东。屏东也太远了，多日一下住屏东吗？可能也得哦，对，腮红。Sorry， 今天没时间化个妆。为什么完全看不出来有颜色？我在新北工作哦，住在屏东根本没办法一直参加活动。哦，对呀、啊，想说怎么那么强？对呀、啊，每次看到我都是从台南上去，然后马上回家，也没有很感动。辛苦了，住南部的人真的很辛苦。诶，台南是南部吗？还是中部？Happy 的，谢谢上许愿瓶，没话也这么美。谢谢上真心告白。Luca 有看过国术吗？应该有吧，有啦，应该有。谢谢 Happy 的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下次可以去公馆，台大附近有很多美食，好，很想去去看。事实上，过了某个地方都是南部。某些人觉得台北一下都南部，好坏哦，不可能的。赵凯晚安。看一下哦，全台的捷运站都会拍吗？不知道哎、欸。Happy M 为什么还有阳光？太强了吧！台南是南部，南投是中部哦。赵凯晚安，有机会见到 Luca 的机会多半，对我都在。最后你们要戴口罩，认不出我很正常的。对呀、啊，你有胡子，我知道你有胡子。Happy M， 谢谢上浪，刚下班来看 Luca， 哦，上班辛苦了。以毒水鸡为鸡，国术很好认，真的，超好认。我还有啊，下次再教。怎么那么多啊？好厉害哟、哦！戴着口罩就看不到我的胡子了，对呀、啊，戴口罩就遮住本体。原来国术的本体是胡子。外面的刘海太长了、哦，我上次就是跟设计师说，刘海就是帮我整理一下，但是没有跟他说剪短一点。那如果要把口罩戴在鼻子，口罩是应该是戴在鼻子吧？对，你的本体是胡子。j
嘉义是中部最南边，台南是南部算南啊，台南是以南算南部。沙云晚安，谢谢送我花枝巾。什么 ？Luca 可以嘟嘴一下吗？嘟嘴是这样吗？头发真的好长哦。节日时的刘家表现得很好，很可爱，谢谢你。杨小晚安，现在剪刘海二周年会刚刚好。蹦极跟欧西有什么不一样吗？欧西是屁股，蹦极就是鸡屁股，就是有每个肉都有名称，名称啊，什么脆？我是不是讲错了？嘉义不是南部吗？很可爱吗？谢谢你 ，Steven 晚安。鸡屁股的日文听起来很可爱。对呀 ，Bon G D， 我学 Eco 声，还好大家，还好有些粉丝认得出来。Don't again Bon G D， 没，你只是。念花之精粹每年出来哦，对呀、啊，想说讲花之精就 OK， 还是我说花之精粹比较好。嘉义还是算中部，虽然是在台南的旁边。嘉义，嗯，谢谢宋文亮，黄宇晚安。哎，麦姐姐，我赢了，给我，还是我今天中分。我比较喜欢巧克力星球模仿的一口巧克力啊啊、哦！我也喜欢，比较夸张一点。卢卡吃鸡脚吗？鸡脚、哦，鸡脚，鸡脚，应该不太喜欢。鸡脚是那种，不是鸡腿，是真的是脚，对不对？你讲好就好啊，你讲花就好。谢谢送我花花。华语晚安，少爷先生，我看好你。公车迷晚安，扎凯，谢谢宋文浪。嘉义就是一家的老家。晚安，你我辛苦了，谢谢你。团圆鸡跟韩式炸鸡的分别，差蛮多的吧？我昨天吃的是韩式炸鸡，很好吃，很好吃，鸡抓很好吃。我上次好像吃那个，姜母鸭的时候，里面有鸡抓，那个念抓吗？还是念指甲的？鸡，鸡指甲，那点了。鸡脚台湾人也很多不敢吃，简约直男是穿得很好看，谢谢。应该做一集去嘉义市，我也好想去去看。嘉义这个地名已经。成为一家的简洁舞台，爪，鸡爪吗？很难念哦，鸡爪。你刘海这样一看，好像真的变长了。对呀，我也好讨厌哦。而且我们家没有那个喷的东西，还是啊，好吧，那就用这个。你可以去呢，捷运中央公园。鸭里有鸡桌，应该是自己家的吧？直播剪头发，我刚刚在找那个剪刀，但是都找不到，我忘记我不知道我放在哪里。刘海好长哦，对呀、啊，我也觉得好长，一刀下去解决。可是直播可以绕那个剪刀吗？绕的头很好看吗？我今天眉毛画的好像没那么好看。橡皮筋绑到额头上，这样吗？还是我直接这样？
摘一下橡皮筋。我八字又这么大了。说到刘海之前，小时候，的刘海被剪成什么样子？蛮适合的，是吗？嗯，好讨厌哦！怎么变成这样？哥哥妹上儿童晚上好，一个人的我好久没听这首歌。瑞卡可以绑苹果头，我还有瑞卡绑头发之前都会先咬一下，不会啦。这样的。好怪哟、哦！这是什么？偏，给碰奖。我这样去碰奖面前，他一定会玩。好吧，就这样吧。反正中间，正中间，正中间。我也好想玩，没事，还是我这样。哦，这个也好久没有听。一首，那就先这样吧。你刚刚那样以为可以当独角兽，好杂、哦、杂乱，而且这边没有，好吧，先这样。哥哥非常谢谢送我许愿瓶，额头也好好看，是吗？谢谢送我 Pretty Time。谢谢送我啾啾你，变了一个人，好可爱哦！这个啾啾啾，我只想对你啾啾啾。嗯，不然就先这样。幺彩晚安，博翰谢谢送我看好你，这样也 OK 吗？好杂乱哦，还是我要那个，这个看不出来。好啊，只能靠特效了。这个不行，这个不行，感觉很呆。这个也不行。啊，这个更呆。哦，这个好了。好像有点，还是这个新成员超级可爱，可恶，这特效太好，小花很可爱呀，是吗？别太想看儿童，小花吗？这个吗？好丢脸哦！对啊，怎样都不太对。要看儿童啊，有儿童好看。安心してください，我刚刚截图了。啊，不要，拜托。无特效一票。还是有特效比较好。没有，今天好浓哦。调整一下。我昨天有剪那个眉毛，欸，会不会快没了？好难哦、喔！其实你们不觉得眉毛很难画吗？
难怪卢卡不能上翻小班，因为我班蛮重的。你觉得我班很重吗？没有画眉毛需求，没画过眉毛，哦，好像也对。我先吃个药好了，肚子先有点痛。安心してください、入ってますよ。我还以为是因为没有包能放了，我包我不好说。还是下次请卢卡帮我画。哎，可以啊。我大学的时候有学过化妆课，然后学了画眉毛，但是我还是觉得画眉毛很难。原来你不喜欢露额头的照片，我之前还发了哦，你觉得还可以，只是今天的话有点怪怪，就是发型吧，应该是发型的关系。合照会可以做鹌鹑的姿势吗？你说我做还是你做？如果你要求这个 pose， 我也是 OK 的。嘿，嘿。嘿，可是我到时候会穿衣服哦，都很可爱，可以试一下圆什么烟熏妆，那是什么东西？我负责在旁边，嘿，有机会不穿衣服吗？没有，一定会穿。至少会穿下面，然后说放心，我有穿。嗯，那还可以不没事。别对自己这么没自信，其实露额头也很好看，谢谢你。对，安辰也有穿，没穿的是那个阿基拉100%，他是真的没穿。可以指着头说安心してください、入ってますよ。烟熏好像是把腮红吗？位置往上一点。哦，原来，可是我的那个化妆老师说我不适合画腮红，画很上面，应该是脸型的关系。聊天室飙车，卢卡再说一次，冰火菠萝油。哦，那你说哦，香港怎么讲？我不会念。冰火菠萝油，双鱼蟹送玫瑰，阿奇拉100%还可以只用盘子，对，很厉害。记得阿奇拉100%有失误过，是吗？有吗？聊天室开始很谈，没有啦，没有，我们在讨论那个，我们在讨论日本搞笑偶像，有些。有些搞不是搞笑艺人呢，有些搞笑艺人不会穿衣服。阿奇拉100%那个盘子舞真的厉害，对，嘿，现场的话应该很容易看得到，我才不想看嘞。丁哥，谢谢上司叶草，今天飙车不是我的锅。对啊，今天不是你，可是上次是因为你。嗯，还是拿掉好了。为什么有点怪怪？还是我这样？我要学谁啊？工藤静香。什么？每次直播都开车？才没有嘞！不是在。那么后手100%失误，然后被骂。哎、欸，我怎么有听过？对哈，那么后手 live 的话，就是真的失败，就真的被大家看到。今天还好，我及时性拍完。嗯，什么意思？卢卡喜欢脱衣艺人吗？是没有喜欢，不知不觉就会玩。但是他现场失误的话，那些大妈都会很开心。还好刹车刹住了，谢谢 Lingo 送的四叶草。哎、欸，这个星星好好看哦、啊，是谁送我的呢？
1980有效的发型，没错没错。富士电视台的直播节目，80年代发型也不错。对啊，这是什么东东啊？不要当分母，各位，什么是分母？血泪经验。哎，我自己也可以抽吗？我看一下，我现在有多少染花？不要抽啊！哎，为什么我是不能抽？啊，我染花不够。好吧，那就没关系，真的不要抽。真的哦，好吧，那我要对，那你们要告诉我你们抽到什么。最近可爱的喜羊羊猫吉一直在 LH 狂热，真假的？他会脱衣服？热卡想扮同没有看过过那种打扮吗？诶，蛮想的耶。其实之前被骗过几次了，是我自己飞走。好，没关系，那就不会太勉强。呀，希望你们抽火箭，真的不能抽，所以是机会还是几率高了一点，是不是？我这辈子只看到那个董事长飞宝中奖过。哦，飞宝哦，Luca先拜拜，要开始烤肉，怎么好？哇哇哇哇哇哇！好难抽哦，大家可能就0.01变0.01，哦，真的是这样吗？那大家。没关系，那就开心开心就好。因为0.01、0.01，哦，善缘光喜，可是花开正当时。可是为什么突然有这个东西？我也不太懂。嗯，好强哦！哎，结束了。大家辛苦了，只是比但是就很低。欸，我发现卡丘的勾勾也变成那个彩虹。我看一下，所以表示卡丘也每次都看来看我直播。之前累积400抽就会有 bonus。非洲人就不跟大家玩了。完蛋了，我已经完全没有动力跟 Luca 讲日文了，我一直被日本人看不懂。是你的推说看不懂吗？我什么时候变彩虹？好像是今天哦，我刚刚看的是已经就是变成140。呀，恭喜你。我好像已经开了120场吧的样子。我才97场，其实97也蛮厉害的。97，杨小小都真的耶。可是我怎么觉得你比较少看到你的样子？恭喜 Luca 百次直播。对啊，竟然多2次。Luca 怎么这么快？因为你一周开3次，没错。95吗？还是很多啊。没有，只要是日本人就看不懂，而且那个勾勾是连播，每次连续到才会有，对不对？所以我如果中间没有跟到的话，前面的都没有，对不对？那可我记得二期生最后一个开始直播，对，我是就是因为工作证的关系，我只能就是。3月开始播，其他人都是2月播，可能几次有重开的没跟到。
哦，哎，重开哦，还有补签卡，我一张都还没采购你的旧签啊。对哦，重开的话，因为20分钟就会算一次，可是我以为一天会算一次。我看一下 Happy 六的哈，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哦。哎，不是，不要按勾勾。哦，真的诶，因为我9月22号开2场，那个都被算。哦，那有可能哦，只能跟你们说抱歉。重开就会多一天，最多5次。原来如此，哦，抱歉。那，所以我可能，实际上我可能只有播99场。有可能，刘凯应该已经没有签证的问题了吧？应该就是长期居留。有啊，就是我还是没有永久居留证。所以会有多人，一天最多可以拿5个勾勾。我听说杰西的级很快，为什么？因为杰西的直播常常会卡吗？算元气送四叶草。需要永久居留证吗？来，这张结婚证书麻烦帮我签名字。杰西照3餐重开的。来，突然 rock and roll。这是 Beatles 的歌，Beatles。噔噔噔噔噔噔，什么？那你如果没有工作就要回日本？我想一下，应该吧？哎，不是不是，现在就是法律哦，变，20岁以上的，如果曾经住台湾10年以上的话，可以多申请6年。嗯，比较特别的，所以我可以待到26岁。田中晚安。算元气送些草，杰星台五星累积破300次的样子，他重开次数很多。卢卡明天记得带印章，我带你去区公所拿永久居留证。300也太多了吧？考虑一下那个的 POS 啊，对，我还在想 POS 奖之后怎么办？我最近跟我妈一直在讨论，如果她要回去，妈妈要回去日本的时候。碰奖，碰奖要怎么办？工作签证应该够用了吧？嗯，所以我还是没有工作签证。说不定工作证应该是在公司那边有，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只在台湾念过大学的外籍生。算元气送事业潮，碰奖可以一起回去吗？好像要先申请呢。带回日本虽然很麻烦，有可能哦。嗯，可是我爷爷奶奶都不喜欢猫咪，所以碰奖跟我一起待在台湾的机会比较多。有个奖看一下我上面留言，好啊。等一下哦，嗯，哪里？哦，外籍生要留在台湾很容易，比一般外国人容易。那不然等卢卡26岁，我们就结。辛苦了，那妹妹可以照顾妈妈吗？妹妹哦，她很想回日本，放在好言当吉祥物。还是瑞凯，你要考个研究所，可以申请留学的证件。哎，可以吗？我怎么记得不行？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已经用外国人的身份拿居留证啊，就应该是留学生的身份拿居留证。虽然我也不想这样，但是没办法。妈妈也很喜欢碰奖，碰妈妈喜欢碰奖，可是碰奖有时候很吵。
那就丢给卡妹呀、啊。卡妹现在还是留在台湾，可是她一年后可能会回日本啊。我是回不了日本，所以像你们要留在台湾会很容易。以后带谁就带的是哦。可恶，妹妹还没从上次打击中回复吗？妹妹吗？不知道哎。卡妹ちゃん台湾的翻译断られるの経験があるから日本に帰るの理解します。妹妹在台湾的时间比长，反而想回日本了。我妹其实比我小一两岁而已，所以就跟我差不多。糟糕，妹妹被拒绝到不想在台湾。刘凯真要回日本了，我没办法回去啊，我签约了。通常老人家刚开始很排除，之后就很疼啊，很疼哦。可是凤奖真的太长了，爷爷奶奶应该不会喜欢凤奖。妹妹不要回日本，给台湾男生一个机会。我卡妹会，卡妹应该会喜欢台湾男生，只是呢，不知道哎、欸。下次一定要让卡妹知道台湾人的热情，连续去住台湾几年就有身份证。其实我可以拿身份证呢。可是这样表示我要放弃我的日本的护照，我拿身份证叫我就变成台湾人。哪边报名认识卡妹？卡妹应该知道吧？ファンに断られるのは悪い記憶。我老板也很排斥他女儿养动物，结果私底下那边问说要准备什么，喜欢哪边你。你号码牌卡妹，我觉得很难追哦。呵呵，他是蛮固执的。日本不能双国，对，日本不能双重国籍。果然还是只有结婚。台湾不是可以有双重国籍吗？台湾可以，日本不行。其实你情况就跟你学长金城武很像，台湾是可以的，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台湾允许双重国，对，台湾 OK， 日本就不行。啊，我给你们看，卡妹今天后，你们猜猜看，卡妹今天后了什么？是以前的日本卡通，而且台湾有播过，你们猜猜看。在台湾拿日本不会知道，可以报名卡妹的追求队吗？不要报名卡妹的追求。不是哆啦 A 梦，不是哆啦 A 梦，猜猜看，不是 Jackie， 也不是 Yu Yu Hakusho。卡妹画了什么？卡妹画了日本以前的卡通的主角，台湾也有播过，是男生看的，算是男生看。男の子が見るやつ、どちらかで男の子が見るやつで子供向けのアニメです。セーラームーンじゃないです。还有其他提示吗？九九不是，不是一休，我看了就会觉得不是你怎么的，就是看了就会觉得頭おかしくなりそう。不，倒不是，目前倒没有。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不是珍珠美人鱼、忍者哈特利、足球小将，不是蜡笔小新，不是。Captain 翼的那一点不是乌龙派出，就是看了就觉得，看了就觉得头痛的那种。很红吗？我觉得蛮红的。不是 Hokuto no Ken 啊，只是可能没那么有名。哪一个年代？应该是1990到2020初代，应该吧。啊，大半个一代，就是有点像看那个 SpongeBob 的中文海绵宝宝，那个看了就不会觉得，就是有一种我到底在看什么的那种感觉。不是骷髅魔法师，男生看的，也女生也可以看。好难猜，你们应该知道。还是我只有我的这个年代。对对对，奇怪的类型，そう、洗脳じゃなくてバカになる系です。ラッキーマンじゃないです。不是两字看字，不是阴魂。加油！
过，比我年纪大的人可能没看过。目前都没有。我忘记了，好像是 Cartoon Network 还是应该是 Cartoon Network 播的。絶対見たことある。だってバカだもん。花田色啊，就是那一种类型，那一种类型，但不是草莓白发，不是，虽然也是男生看。Eva 不是，讲这个应该知道，会出现，会出，我们这一讲不是，都不是，不是，会出现外星人。不是鬼太郎，啊，加油！外星人不是 Carol 哦，有类似吗？对，不是 Carol， Ben 10不是，加油，大家加油！まあそのがあの宇宙人が出てきます。答对，没错。啊、哦，终于有答案了！啊、哦，对对对，谁谁答对 ？Rock 答对，田中太郎，你们有看过吗？宇宙人田中太郎見たことありますか？也太难猜，对不起，哎，知道吗？没看过吗？以前确实在卡通频道播，对对对，对不对？对不对？真假的没看过田中太郎？我给你们看。真的没看过吗？因为我觉得我，我真心觉得卡莉画的很好。对，高智每次都很看，对啊，高智超可怜的。我连汉文太郎都没看过，没看主角太丑了。高智，我太年轻了。哎、欸，真的。原来是在彰化和田中太郎，天母的第四台那年代没有卡通频道，好吧，我看了还是不知道是哪一部。宇宙人田中太郎，就是我有跟卡妹说，你帮我画詹姆斯，她说詹姆斯太难画，你知道他是什么吗？拉面店的叔叔，田中太郎太喜欢吃拉面，但是我不知道是哪部卡通叫外星人田中太郎。Google 之后还是没看过，但是画得很像。我只能确定卡妹一定不是画你，因为鼻子。外星人田中太郎很好看，可是看完就觉得头痛。画得很好，对不对？我看过这个卡通人物，卡通频道太儿童，像很像转台过去，像下年代过了，你给他一千次机会，他还是怎么？哦，真的、哦，所以是不是真的是我们？我们这个年代的才有看卡妹的品味好，对不对？很疗愈啊！他还有太阳战队，以前快乐月感有看哦，是快乐月感。说到鼻子，今天才跟女朋友去看 Jackie 演的新电影，是 Jackie 吗？有可能是代过，电影还不错，但我们这年代的才有看过，后来也没有播了。真的哦，好吧，我以为大家都知道。卡妹为什么要画这个？我也不知道。我叫卡妹画什么？画个东西，结果她画了这个，对不对？很像 SpongeBob 这种类型，我应该现在会，喜欢小时候都喜欢看机器人变身变来变去。さては亀井ちゃんかなり面白い子、変わってる子だと思う。还是我画詹姆斯？好啊好啊，你帮我画那个青蛙。卢卡拜拜。哦，马莲要去哪里？拜拜。好吧，没看过没关系，不然请卡妹画拒绝的他的人，我们来欣赏。对，拉面店。这个叔叔就是常常出现很奇怪的地方。
看到这个卡通人物，但是真的不知道卡通名称。与、欸、外星人田中太郎。对啊，那个卡通曲真的超级洗脑，唱的是 Gucci 的说。田中でシュビドゥバー、タロでパパパヤ、パパパヤ。没听过吗？田中太郎比我还好色，是吗？诶、欸、对对对，塔罗的巴巴巴呀，旋风冲，那是什么东西？好怀念的主题曲，超级怀念。我也播播看好了，我也好久没听那首。卡妹可以帮我画个路卡扮成浪姆吗？他应该画的很搞笑的，他绝对不会画很可爱。記憶が戻ってきた。明明是外星人，却是日本传统的名字。啊，对呀、啊，田中太郎。宇宙人田中太郎。我找不到那个 opening。哦，原来是哦，我讲错了，好像是迪士尼 channel。是你吧？哦，好怀念哦！我真心觉得他画的很好。我记忆中只有这样子的田中心人，身体可能好，画很好，但是脸不好说。对，啊，那这个，哈哈哈哈哈，好怀念，卡通频道播过吧？对，我也记得是卡通频道，但是我现在看的 YouTube 下面显示的是迪士尼 Channel。高智每次都很可怜，然后啊、哦，也有这个人，对对对对。那卡马达卡拉，他那卡的兄弟啦，卡路的巴巴巴呀。这个方言是卡通频道播的，好像也是。他的那个手跟腿都会长。呦呦，好怀念哦！好，嘿呦，卡通频道的美式卡通好像比较多。嗯，对，小时候一直都在看那个。哎，所以刚刚说没看过的，你们小时候都在看什么卡通？还是都不会看啊！在路上变成啪啪啪呀！哦，原来太郎上的太阳是田中太郎的太阳。ルカちゃんこっち系のアニメが好きだな。没有啦，没有很喜欢。哦，了解。胆小狗英雄啊，胆小狗英雄那么久就有了，不是那么久。卡丘也蛮年轻的。对了，请问一下，卢卡，日本有仙女这个字吗？这个仙女哦，有吧有，只是好像不是用那个字。太郎。很小的时候看美式卡通，后来看日式卡通比较多。Slam Dunk 无限重播，现在还在播，因为 Slam Dunk 很好看。蓝色蜘蛛啊，蓝色蜘蛛，哎，我好像没听过。边看边哭，我七岁的时候海贼王刚出来，哦，七岁。これから太郎さんの名前はそのままでいい。
我看一下太郎さんのアイコン。哎、欸，变成很漂亮的我。啊，ミニ四駆か。你有看过亚当梦吗？亚当梦没有。探线活宝，探线活，哎、欸，中文的话可能都不知道哎、欸。长大以后就看南方公园，虽然字典有，但是不常用，对不对？有没有类似的词？想一下，对，字典有，真的不常用。なんて言うんだろうね。抱歉，男生之中文是无聊的台湾影视作品。这是什么东西？樱桃小丸子。哦，了解。乌龙派出所，我小时候也要再看。もしかしてユーレイクしたのお気に召さなかった？いやいやいや、めちゃめちゃ嬉しい。そう、男性でね、使ってくれる人なかなかいないから嬉しいわ。突然好想看田中太郎。不要看了，看了就会头痛。小时候看的美式卡通，现在几乎都没有重播，除了大力水手之外。哦。不要同步感受卢卡的头像，你们看完应该会很累。就是那个，就是真的给小朋友看的。乌龙派出所都已经播到烂了，都会被。啊，顽皮豹跟史努比，我小时候也有在看。顽皮豹，我好像没看过。但我知道那个主题曲，仙女哦，仙女，哎对呢，天女说不定他们比较知道。田中太郎のオープニングから何事もなかったのようにクイーン流すのしある。そう。見当たるかあるある。仙女、班长晚安。顽皮豹是默许，哎，好像是。就是播音乐，会播音乐对不对？然后他们都不会讲话。哦，原来是法国的卡通。哦，那里啊，我知道，但没看过。シャーマンキングもわかんないな。時代っていうのかな。忍者海龟哦，这个就蛮有名，可是我没看过哎，好看吗？哒哒，そうね，那个我现在发现，跟粉丝问你小时候看什么动漫，差不多可以知道那个粉丝现在几岁。我还记得小时候看 Eva 常常莫名停格好久，还以为电视坏了。Eva 哎。我们年纪差不多，哎、欸，对我跟 Lingo 真的差不多。哎、欸，我问 Lingo， 你前天吗？你前天在 DC 说了什么？他直接问粉丝就说了。これを聞くなら年齢は忘れたのか。我相信吉井跟我年纪差不多。我小时候都看我的英雄学院，难怪刚刚大家都不发言，直接问我连身份证字号都忘了，我都没看过，是不是就很年轻啊？你只是没看过而已。现在卡通真的很多，还可以选台，挑自己想看的。对。如果我是。我现在如果是七岁，我应该绝对不会看田中太郎，因为当时真的没有东西可以看，所以我才会看田中太郎。
我话很多哎、欸，哦，好像也是。小时候就是日本的卡通，还有游戏机。我看过东宝第一集的哥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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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很久以前吗？第一集哎、欸，该不会是我爸妈小时候看的？对啊，我爸还没出生，可能是说卢卡很可爱啊，是吗？因为我都找不到你讲什么。1954哎，第一次看哆啦 A 梦的卡通上电视，真的感动到哭出来，好早。哆啦 A 梦いつからなんだろう？我找一下哆啦 A 梦。是什么事？シャーマンキングは台湾たくさんファンがいる。来年の再アニメは期待する。哦，原来如此。因为我刚刚查的是1990到2000年，所以现在又有新一季，是不是？那应该蛮多人会很开心。台湾的卡通基本上都是日式卡通居多。如果怎么突然这么问？我小时候都看《快乐树朋友》，《快乐树朋友》不是那个噔噔噔噔噔的那个吗？小时候看这个，奥特曼第一代1976开始，后来会觉得哆啦 A 梦很多道具功能都重复了。对啊，卢卡打字感觉蛮快的。打日文很快。以前哆啦 A 梦只有漫画书而已。哈，那是什么感觉？好好笑。不好笑。先不要看那种卡通的。卢卡知道，可恶，没骗到。今月はティアラの依頼なんですね。ですね、私その練習生からなんか一個上のランクになっちゃって、そのイベントに参加できなくなっちゃったみたいです。だからティアラは練習生の方にあげてください。忍者乱太郎好看。哦，小时候有看。突然有兴趣看。还是让我们回去看田中太郎。不要看田中太郎。なるほど、恭喜、ありがとう。那种就是借可爱外表残害小朋友童年的东西。对呀、我妹以前那个，我妹以前的脸书吗？脸书的那个脸书不是可以选背景吗？头贴跟那个背面格，他竟然用那个快乐树 Happy Tree Friends 的照片。Dragon Ball 是男性的童年哦 ，Dragon Ball。時間も全ドラゴンボール。あ、ガーシー有看过，可是我有点忘记内容。翻身后再给一下。卡妹就是那种，为什么我想到的是天线宝宝？天线宝宝。我刚刚快速画了青蛙，哎，好厉害哦！我可以看吗？这个还好，还有看过幼稚园壁画画啊，幼稚园壁画画快乐树朋友，好可怕哦！ちゃんとつかもうぜの方が歌が出てくるルカちゃんすごい。そう、もうそっちじゃない？チャラヘッチャラかな、でも普通は。看我这只啊、，OK。哎，好强哦！你画了吗？但是这个詹姆斯不是呢？哎，他们讲话是用那个吗？跟エリザベス一样。あとは GT のオープニングかな。还行吧？哎，超强的，超强的。
お、懐かしい。哦，原来《哆啦 A 梦》的第一集，动漫第一集是一集1973，对，ザキルか，啊，ザキルか，ザキル。还有那个，还有那个马，那个马叫什么忘记了啊？乌马狗，乌马狗呀，咩咩咩咩咩。好像没看过第一集，我也没看过。有女の子のハート，海绵宝宝也好看，好看吗？对，我跟田中太郎一样，我看完海绵宝宝也会觉得好累。那有一种我到底在看什么？ルカちゃんネタラのアニメ好き。そうなのかな。でもアニメを見て育ってきました。For 高雷的歌很有趣。啊哈哈。For 無敵 For 高雷。是这首吗？我记得他一听这首歌就会不敢被攻击，就是会复活，然后一起唱。啊，梅隆之歌我知道。贝利梅隆，高中的时候要画的东西太多种，所以画这种比较容易。哎，真的好可爱哦，好厉害！等一下给卡妹看。如果会 Carol 和君草的歌吗？会啊，我小时候唱了很多次。ケロケロケロいざ進め地球侵略せよケケロケロ。看海绵宝宝是陪小孩子嗨的感觉，真的。我到底看了什么？有段时间雨如的影片，我也这么觉得，也是雨如前辈的影片很好看，很好笑。我看完《快乐树朋友》第一集就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卡通了。对，钢铁的弗鲁勾连，不是甩甩铃铃，哎，这是什么？看卢卡直播只听声音，会有种在大阪通天、池田港附近的感觉。那我们一起共鸣好啊 ！Gelo ge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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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lo，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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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这样，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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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九代，虽然我知道这首歌，而且那首歌是我很喜欢的声优唱的，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很傻眼，他说为什么让高桥关树，为什么让他唱这首歌？瑞克要当我们的军曹，我们当你的二头兵。那你们要说他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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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唱歌很多次。get get on get on 噔噔噔。哎，大家都笑了，九蛋坏坏。卢卡君草很有感。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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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如果是我的话，应该说卢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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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复古，感觉是在尤伯哈马拉面博物馆1970年或1980年代的感觉。ルカちゃん連から大合唱聞こえてそう。君草是他们角色里面阶级最高的。欸，不是吧？クルル比较高，クルル比ケロロ高。那我们来共鸣吧。タ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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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蛮可爱的。露露卡，露露卡君草，对对，我也记得库露露比较高，草长。可是我记得有些角色，库露露比库露露还要大。对，我忘记了，我只要看后面的 Keroro 我就没看，不是有那个吗？吉罗罗的哥哥。吉罗罗出现，吉罗罗哥哥那边我就没看了。
红色的巨蜟好像比较厉害。红色的，哦哟，红色是谁啊？红色的，知道了，我小时候到底在干嘛？可是我记得 Kirara 的战力其实很强，对，黄色的不是只会打电脑，对呀、啊，黄色的很色。我都在看什么港版金金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可以告诉我吗，洛丽夏？因为蓝心思计感觉才被弱化。哦，库洛洛是降级，库洛洛是降级，诶、欸是吗？我怎么为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现在不是库鲁鲁受酒吗？不是草长吗？哆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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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这种。啊、哦，我最喜欢哆啦啦。我最喜欢朵朵了，可是呢，我上次跟汪汪还有，哦，对，我好像很久很久之前就讲，我上次跟汪汪还有祖祖一起聊 Kiro 的事情，然后我们讨论以前喜欢哪一个角色，然后祖祖跟汪汪喜欢 Kiro 了，然后我说我喜欢朵朵了，然后祖祖说朵朵了是谁？对，然后我说朵朵了是蓝色的那个忍者，然后存在感最低的那个，然后祖祖看照片才发现，哎、欸，哦，原来 Kirara 有这种人哦，傻瓜青蛙，天啊，朵朵好可怜哦，在那个影片里面常常被忘记，然后还被祖祖忘记，朵朵蓝色边缘人，哦，团长晚安，八五九晚安。向卢卡君朝敬礼。一个很有名的儒家小说家。哦，原来男生这个很帅，我也觉得朵朵罗最帅，可是他最可怜。对，朵朵罗是谁？当场被 KO， 有被卢卡记得就值得了。帮朵朵罗哭哭。夏美に怒られてアンゴルモアと戦ってるぐらいしか具体的な記憶が残ってない。そう、モアちゃんはでも基本的にケロロ正体の仲間だった気がするけど、主要是拿ケロン球、对对对、ケロンケロンケロン、なんだっけ、ケロボールだっけ、ケロン、我记得黄色那个很活吧、小梅、久违了、真的很久不见、陈玉谢谢送我浪。女生喜欢朵朵了，没有，女生都喜欢吉罗罗。朵朵罗一看就很强啊，左手只是或者不做。好久没看《竹竹公园》哦，真的吗？你会来看吗？下次。不过你讲的朵朵罗，我会想到另一部动漫《朵朵罗》。诶，是哪个动漫？卡妈妈很可爱，她有尾巴。哦，对呀、啊，可是她很腹黑。15年くらい昔に見たき、あ、でも私もそれぐらいかしら。そんな前だったっけな、もう。ルカ、这首好棒、超愛。你说这首吗？俺、我需要疯。TM レボリューション。妖精夏を誰としたくなる。生足にはくるものが。谢谢。叫做斑马巅峰上班，我开到最强。大概十多年前，那时候百货公司都是 Kirara， 票买了，哇，哥耶！其实告上面的多了，哎、欸，有这种东西呀、啊。朵朵第一时间是想到山药泥，那是陀螺螺。绿卡君才要来破坏地球了，还自己吹。我需要风，小雪的 king， 老妈，我只知道多多了，那是多多了。
都想讨好 Carol 横中村。谢谢 Niki 送的鼓励。ちなみにタママからの？タママの体のタママ初心者マーク。あ、对对对对。对，天啊，西川，对对对，西川，西川。啊，タキタロさん，谢谢送的太阳星球。你们知道他哦，好厉害哦。刚好礼拜六也要你们就一起看哦，好，那就期待看到你。そんなチャレンジャーのルカちゃんが大好きです。ありがとう。你刚刚吹风机再开九点就会出现 DC， 不行不行，我不能再出现 DC 了。你们都很坏，你们都超坏。原来拍 Uber Eat 广告那个不是林志玲，是卢卡。风来了。知道啊，榻上那也模仿过他哦，真的哦，原来我以为日本只有日本人知道，穿那个黑色的，然后就是有风，有谁那直播教主唱过钢弹的 seed 的歌哦。铁路三三六号有军曹的真面目几秒？哎，我没看过哎。嘴巴上说不要，但默默拿起吹风机。西川さんなら知ってる人多い。哎，そうなんだ。今晚我想来点。西川贵教多年前在台湾开演唱会，我都有去看。原来他那么有名哦。我以前五年几年前，我高中的时候啊，我唱刚刚那首歌，结果我同学都不知道我在唱谁，我在唱什么？说我唱 TM Revolution， 教主的现场演唱真的很有爆发力。对，我是日本人。最近的曲是 Hot Limit， 没错。Luca， 我等等再把画的青蛙放 Revo 里面。好啊，好啊。等一下给卡妹看，你帮我一起播这个，然后这个照片后面放那个尴尬的詹姆斯，我同学太年轻啊，有可能的。对，我也觉得 Team Liberation 蛮有名的，嗯，可能那时候，嗯，对啊，其实西川。过了几年之后又开始很有名，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名。西川贵教我是因为战国巴萨了才知道这个人唱歌这么帅，欸，对，他唱歌真的很厉害，而且他是 Love Liver， 他很会喊 call， 上次上红白都因为他太吵被赶出去了，不认识很难。TV Revolution 很有名，但是我抢演唱会的门票还抢不到。よし今日もルカちゃん UX 本当やった。お願いします。可以请卡妹画个田中太郎风的卢卡吗？啊，他应该很愿意哦。还是我现在叫他画，剩七分钟。一首，我看一下卡妹现在在干嘛。卢卡有看过西川金幕新影片吗？欸，有吗？我忘记了，原来卡妹有在，卡妹在外面。我看一下。一下，啊，不行不行，我要给他蓝色的笔。刚，他在看那个欸，脱力 Times， 脱力 Times， 那个油田主持的那个。
终于出头天，椅子又被我终于要出头天，然后拉面店的位置可以画凤姐。有铁，你们有看过吗？那是六 times。晚安。我上次那个跟就是代言他们的时候啊，台北捷运的人知道你耶。托利泰摩跟不太上笑点，是吗？想当卢卡的椅子啊，原来是你的学妹。听说你常常跟他们宣传我们，我们听到就很开心。托利基本上也是个会觉得我到底看什么节目。陈怡晚安，我是宣传大师。你才是宣传大师，好感动。手环哥在公司太高调。哎呦，既然捷运工作人员有人知道手环哥。可是听说手环哥叫他叫那个学妹说你的事情。说好的 TP 列车什么时候会出来？期待一下。一本正经你不说八大节目。不要讲 ，sorry。没事没事，我们都知道你。托利西巴达さん那集很有趣，我也觉得。Untouchable 复活。好想知道。没事没事。大家期待之后有 TP 列车。卢卡可爱哦，谢谢你。谢谢你。刚刚才在捷运站看到 TTP 的广告哦，真的哦，我都还没看到，超期待。卢卡敢雕一下手滑哥，赶快雕，要怎么雕？手滑哥，手滑哥，呜呜呜！等一下，好久没有看到他。TP 列车车长手滑哥，对啊，听说你会开那个捷运，你都开什么线呢？说不定我常常坐那个那个线。在 Kiama 都会一直讲西巴达前夫妻那个。全车播放的 TTP 目前为止的所有歌曲啊，红线哦，哇，好酷哦！这个雕好像不太对，但也不错。那我要这样，棒棒，子健。そう、淡水ってやつ。赤線はでもいろんな人が乗るよね。话说我有抽到卢卡的合照券，哇！合照合照，期待，我要去抽卢卡合照了，真的吗？好，那就期待一下。所以有活动那天，我绝不搭红线末班车。末班车，手环哥都开晚上的吗？谢谢手环哥。我也抽到卢卡合照，博翰。好，就是期待跟你们拍照。我都夜班，好辛苦哦。有时候会不会我们的工作，不是我们的演唱会，会跟你工作会冲到？红线是什么没搭过？真的吗？我也抽到卢卡合照，嘿嘿嘿。我微笑，呼呼。红线是牵在我们手上的那个吗？哦，原来这是
原来这是林果的。合照我也等着跟露卡合照，因为我也中奖。哎，对，大家都中奖了，好开心。好像抽我的都有中奖哈。想一起拍很多搞笑一人梗的 pose， 哎，我也想。一人，那你先帮我想。所以有时候我参加完活动要直接去上班哦，边睡边开，好可怕哦。欸，捷运都开到几点呢？12点吗？我念一下贡献吧，看看卡妹会不会画完。要开始想拍什么了？对呀，大家帮我想。可恶，那我应该多填几张不同 pose。等一下，音乐好大声哦！宕机。12点是各种。那可以点菜吗？想看 Luca 做 Tools 可以啊。Tools 安心してください。カサがここにいますよ。拍照什么的机制，赶快下载拍软体比较重要。哦，对，没错，大家记得下载那个 You Like Course No Course 或什么美图秀秀之类的。台北捷运有红线的吗？太坏了吧！对，春日不是都要。谢谢让我看好你哦 ，Ricky。例如淡水末班就是12点，到象山就要快一点了，好辛苦哦。Luca 的日文好标准。等一下，我手机又宕机。大家再等我一下啊！如果卡妹来不及画的话，我会破现实。刚刚的田中太郎刘家版本，宫田太郎，外星人宫田太郎。又可以换新手机哦，我也想换，可是我的合约到明年的七月。我这个手机已经用一年多了，好像赶快换。我比较想跟 Luca 做生日喇叭，不要，那个很吵。我昨天才看完《Otori》的。哦，谢谢守望哥送我告白气球。武道馆 Live 那真的能做吗 ？Mina 最近碰腹肌 ，Luca 有腹肌吗？卢卡的腹肌可能没那么明显呢，最近吃的比较开心。你可以礼拜日给我们看就好，是吗？买空机啊，很浪费，我没什么钱。我跟手什么是公司对手，卢卡不要害怕。原来如此，公司对手。原来手啊跟 CP 还有公司对手，公司对手，我们的公司对手是谁啊？乃木坂吗？ Luca 的附近可是硬，你们有看过吗？饭圈好乱， Luca 全身都肌肉，把排球员呢？那是以前，现在不是。ルカちゃんお腹8つに割れてんの？え、8つはそんな、4つぐらいだよ。リョーチャーの公司对手应该是ポンちゃんか。可以ポン一张。アーチェン不是我的对手。え、カメ来了。OK。放在地上就好。很坏耶，果然是卡妹，卡妹是我妹妹，卢卡的妹妹就是卡妹。你们要看吗？好，还好他有画碰见，对，只
是宫田太郎，应该说田中卢卡、田中卢卡或者宫田太郎都可以，像吗？我觉得只有鼻子很像，卡妹不愧是 Ubudra。卡妹现在没有男朋友，卡妹不会让你们失望。所以我也觉得很恐怖啊！特色有画出来，为什么拉面店的黑仔眼睛好像被吹？对呀、啊，有差的是。眼睛好像有变大一点点，然后有睫毛，然后有蝴蝶结，然后这里有雷这个字，然后鼻子突然变这么大，还有这个原本是他太郎的他变成卢卡的卢，卡妹真的太有才了，可以挤推卡妹吗？不行，从阿哥推我就好。好，我要念贡献吧。还好他来得及，不然我也不想po这个，po在现实动态。そう、細かいところも。我喜欢。我要把你画可爱一点，卡妹把你画相反，看来我可以当他对手。哎，对，小玉的对手就是卡妹。还有耳环。なんでアップされないのいいのに。不要，我不想自己画，不想自己剖。没关系，我们可以帮你剖 DC。不行，我 DC 已经有，已经太多留家了，而且都是怪怪的。好，今天的第十名是死蟑螂，死蟑加速吗？好，加速，谢谢加速。然后今天的第九名是强奈生，谢谢强奈生。今天的第八名是哥哥妹桑，谢谢哥哥妹桑，头贴变我嘞，没有吧？我看的都很可爱呀。嗯？怎么了？什么爱的德权？头贴可以换新图，不要，放在镜头前，我要拿来当大头照。好啊，好啊。等一下。给你看，这个圈圈好讨厌。OK， 可以吗？我要念，明天头贴要。今天的第七名是 Happy Love， 谢谢 Happy Love。今天的第六名是依依，谢谢依依。今天的第五名是超级粉粉手滑哥，耶！手滑哥是不是第一个看到我们的那个广告？第四名是塔罗莎，塔罗的爸爸爸呀，ありがとう。第三名是林哥，谢谢林哥。第二名是落日一下，谢谢落日一下。然后今天的第一名，哇，果然今天的第一名是帅源，哇，谢谢帅源。听说是一部卡通外星人田壮太郎，对，不知道手滑哥有没有看过。卡妹一开始画普通的田壮太郎，然后后来有人说想看刘家版的田壮太郎，所以我交给卡妹。结果后来就是多了一个可爱的碰奖，哦，碰奖 OK。好啦，今天到这样，大家辛苦了，拜拜。我没看过，我太年轻了，完美的结束，大家拜拜。强奈生换好了，真的，辛苦了。如果我看过卡妹，我就把它画成詹姆斯。卢卡老板的 LINE 来的啊，可帮我骂一下老板吗？老板不要欺负我的 Tetson。好，拜拜。为什么大家换了？好啦，拜拜，晚安，卢卡太郎，拜拜，またね，さよなら。
拉面店的白。